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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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帅啦，帅啦！等一下，我把荧幕弄出来一下啊。喂，哦，早还有 VR 安，呢？小伟，早安，早安，宝宝早。什么东西呀、啊？好可爱呢！早，青蛙早。耶比是那只吗？耶比耶比。平安安。我为什么进不去？装吗？应该是有装。我被公司开除了，还没走就开除了。No！你们家大傻进不来游戏。是谁呀？Okay, I'm coming. 是不是？好的。OK。看的板子是不是坏掉了？是谁啊？等一下，这又是谁？这又是谁？这又是谁？那是鹿哥。感谢，感鹿哥是这位吗？对。啊，我是繁星。小人，等我一下。鹿哥还没进来。谁？鹿哥还没进来。这个是谁？这个 Y R。我。哦，这是你啊。OK。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啦！是谁？你等一下吧。谁？哈姆太郎，够了，够了。看来你子弹很多吧？哎、欸，乌龟也进来了，万岁！阿罗哈。对。哦，难怪你们全部都关麦，对不对？我看他们都关喇叭、耳机，我就跟着关了。对啊，我还想说，哇啊，这样我要等你们开场完再来联络你们，就，我已经听到僵尸的声音了。更多，这不是僵尸声音吧？没有啦，他开了喇叭吧。抖臀。OK。咦？剪刀手。哎、欸，为什么我一直听到这个？阿傻的回音啊！啊，我的声音太大声了，我再用小声一点。OK，应该没了吧？OK，好的。
我声音有太大太小的要跟我说啊。跟呢、啊？好了 ，Apex 高超技巧。不行的、欸。嘿，不能掉在这上面哎、欸，可恶。No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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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你在哪里？在这里。Oh,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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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o。嗨嗨嗨嗨。Fuck you。欸、这个音乐关掉的话，会不会连听不到脚步声啊？笑死！不会，不会吗？你要用 C 关 ，C 按住 C 右上角。哦、对呢，哦，谢谢。按住 C 右上角。要约会撤退，好哦，居然是约会，感谢一百小件，感谢。哎、欸，要怎么用那个啊 ？C 右上角是没东西啊？右上角有个小框框。嗯，有一个什么？按住 C。那什么 custom？哦，他可以把它移过来就对了。可以把音乐关掉。想试一件事情。待请示。看到有人这样子。好酷哦！哦，哦，什么？哦、你说挡？你说直接把那个怪挡住这样啊、哦？啊，好喂。应该是没办法，我觉得应该是没什么用。阿萨，你还有回音耶，阿萨。是怎样？严重。真假的？对，对，还有，这样子有吗？啊，有，这样子还有吗？小，变小而已。那我们要直接开什么？还是可以啊？回音？怎么会有回音啊？哎、欸，鹿哥，另外一个呢？哎，那再一排，再一排。另外一个，这怎么会有回音？色的柜子怎么不见了？对，再一排，再一排。红色的吗？别再跳了。对，红色的柜子不见了。把它收起来，那不是没用处。那没什么用。我们就从拍直的，好吗？从我开始这样子过去。好。回音啦！阿萨，你回音很重。我是哎、欸，我为什么会有回音呢、啊？好奇怪啊！好，来了，我要开始了。好。这边 Marco， 我沉默见 Luna， 看到 Luna 或是 Nono 啊，没错。好，下一位。没错啊，我是繁星，游玩时速不到四小时的繁星啊。下一位，我是老太郎，就是很容易死掉的老太郎，请多多指教。吧唧吧唧吧唧。下一位，我是按铃总是会死掉的。阿萨，怎么有人躲在后面？吧唧吧唧，我们去啊！不是鲁哥没了。今天当中控，我不进去哦。帅帅，好，鲁哥在外面，我们进去玩。鲁哥中控哦，没地方去耶！哇，我看一下。对，鲁哥负责传送喽。好，没问题。啊，我们去，我们要一开始这么刺激吗？直接去泰坦还是？等一下，我突然发现，哎、欸，泰坦不是要金额到才可以去吗？我们有金主啊！开声音，你们开声音 ，OK？ 谁没开声音？哎、欸，我是那一麦的回音很大，是不是？对，啊，对，怎么会？可是我现在还好了，现在听我听不太到。那我们先去那个最简单的。你等一下笑，我跟你讲，被僵尸学走这个声音，我一定冲过去打他。对，没错，这是英文。干嘛？对，不擅长的游戏。这样子还有回音吗？啊啊！哎、欸，没有哎、欸。啊，这样有回音吗？蛮少的，蛮少的，就是几乎我这边是几乎听不到的，我不知道其他人。现在没有，现在没有。有吗？有回音吗？有回音吗 ？Test test。没有。One two three, one two three。哎、欸，你们现在有 GU 吗？哎，好像还行。GU， 完蛋！我拿粗吸管喝多多绿。开门！我拿珍珠奶茶吸管喝多多绿。好吗？哇，好大口！要来跳舞了。哦、啊。跳舞是 B 吗？我记得、欸、不是。
用举哦。那我们晚上出去，嘿，加油。不是啊，这可是没有人带路，你有人知道路的吗？不漏，不漏。哎、欸，怎么跳舞？我忘了，怎么跳舞？你设定在哪个？你设定是哪一个？是哪一个啊？没有设定的是 F、欸。原本那个我没改过。FF。V 是不是？对 ，V 没错。啊、就为了怕防晕啊，所以装了这个跳舞的第三人称，就比较不会晕了。哎，真的是很努力想玩这款。你知道你那时候找我玩这款的时候，我也不是想要那个，真的想要拒绝你啊，是真的好晕，晕烂。然后那时候看你们在玩，真的很开心，很快乐。我就觉得我好没用。不跳过去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嗯？一一安安，没错啊，我是新手。我真的很菜哦。那时候都只是他们在玩，我上去帮忙捡东西，运物资啦，就跑了。哎呦！这游戏要被多下几次就好。哎，这款我不觉得恐怖啊，这款我不怕恐怖游戏啊。我恐鬼症也是吓一吓，吓到后面也不会怕、啊。因为我那时候恐鬼症不敢玩是他是会突然的那一种，突然的我真的是，对啊，久了就习惯了啦。但这款我觉得还好，这款有些蛮好笑的东西。Goodbye, goodbye. 有去后门拿的。哎、欸，怎么了？撤了吗？撤了吗？撤了吗？还没吧。哦。但是我就很好奇，那个音乐盒到底有没有通知了？很好奇。哎咻！音乐盒有没有重置啊？
那个死掉了吧？阿萨死了。走走走。你在吓哭？不哭不哭。哎，现在我不能讲到我怀里哭了。可以啦，你走后面一点。大傻死了，大傻死过了，大傻死了，他在哦哦哦，在我们面前。对，我是假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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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那是什么？那是什么？那个鹿哥。那假的，那假的，那鹿哥假的。打他，打他，鹿诺打他。真的。可恶。够吗？好会演哦，鹿哥怎么那么会演啊？你要进去吗？有出现应该没了，应该没了。有没有电房啊？你们有钥匙吗？我有，在这里，这里。你有？我捡到啊，这里。来，给我。鹿哥夸我。那要走吗？走。走喽。你好棒。我要鹿哥的夸夸。做那一扇，对不对？很赞。应该是。在右边那一扇，就是好那个。可是它有点深哦，我刚走有点深，会有点找不太到。从后门应该，算了。你怎么会知道后门？五岁岁，你怎么那么强？我刚刚从后门走完。拜托，五岁岁现在专家哎、欸。嗯，真的长大了不一样了。五岁岁现在跟鹿哥根本同等。看，看呀。我也觉得是哎、欸。就是跟着鹿哥走，跟着鹿哥走最有保障。鹿哥，哎、欸，这是我的。这边在走，这只没有武器，完了，他们跑不去。没关系，我们只要地雷，那边有地雷，只要跑得赢队友就赢了。哎，这里你不要杀蜘蛛网。好。好的。被 mark 了，我是摸电路的。哎、欸。刚刚僵尸啊，哈基梅马坤，我是梦见露诺，大家可以叫我诺诺就好。僵尸会自我介绍，好恐怖，好恐怖！快跑，快跑！走了，走了，撤了，撤了。其实不会用这个东西耶，所以我想学怎么玩。好。有鬼有鬼！啊，他们出来了！你就是听队友的声音，对的，你只要走出出口，他就死了。哦。阿弟妹妈困，我是梦见露诺。怎么了？怎么了？你知道刚刚僵尸在学你声音吗？僵尸有僵尸，僵尸，僵尸 ，Hello。声音很简很可。刚刚我跑去找你们的时候，听到阿弟妹妈困，我是梦见露诺。我想说，哎呦，假的，快跑！好笑了吧？很多钱，很多钱。好欸，好勇敢，好棒！啪叽啪叽啪叽，啪叽啪叽啪叽，死亡。他想说中你一下。哎、欸，我减超过那个数值欸，厉害哦！厉害咯！好棒好棒！厉害咯！少一个人还可以减这个，好坏。哦。所以你没有载、哎、完了，去这里好了。换前面的图都不能去了。
我去东街图。好。冲啊！冲啊！嗯。有吧？我也赚得很好吧？是拿哪一天的做、啊、做底去复制代码？我忘记十五吗？还是十四？假的？忘记十有十九吗？好像没有十九。嗯 ，OK。那好像有少一些东西呢。呢？没关系，没关系。呢？呢？呢？哦要好这个可是要下属所以我一开看一下这个炮弹这样这一间蛮多东西的耶那你可以绕路绕个路上面没有去绕不了路再见啦走啊你不要走耶你们还没死齁我是繁星。有电吗？你看起来超像怪物的啦，不是？谁拔的？冲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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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冲了！要迷路了，真的。往下。这样不就进不去了吗？没了啊，我撤了。撤了、哦，好 ，OK。猪哥进去了、欸，猪哥进去了，你就撤了。哦，猪哥那怎么走啊？这关每次都走到水底就死了。这岩浆走不动啊，有水啊，这岩。你下不去，放手，放手。好。这关我从来没有进去过、欸，哎，每次都在路上死掉。我会从那边这样下来。我在下面接住你。你分一点，你分一点，丢一点，丢一点。哎呀，体脂肪。有没有压扁吧？我已经扁了，没看到啊。我是不会放开的。你那一个就88磅了。没有，我身上还有三样的。要嘛，要嘛抱起这个，要嘛就抱鹿哥。没得选，没得选。没得选，没得选。要打 FX 哦。没有没有。怎么有人打 A？谁的娃娃掉下来了？那娃娃？我的机器人娃娃在地上。啊？真的哎？为什么会这样？它贴太靠近边边。174哎，好多哦。哦。好多、啊。天哪、啊！ Okay, 好嘞，八。好啊。可以啊，差不多的，我觉得可以走了。但是你们要去探，你都拔电池，可以走了呢。我觉得有点，突然都拔电池了。可以啦，电池都拔，没武器耶。可以，没手电筒。可以啦，根本就是去找死。你要相信自己。我只相信卢哥，我不相信自己。好多、啊。那个要，我还是我忘记，我真的忘记怎么跳舞了。水龟一下怎么跳舞？按 C 啊。为什么 C 不行啊？我 C， 他叫我输入什么东西都是 no no 哎、欸。那个你要去右上角去设定呢、啊，记得啊。哦。拖进去那个里面。哦。哦，难怪看你每次都跳得很开心。上次我都没有用这个，用这个、欸，上次我都让它随机，哎，我也是。这个可爱。
要找那个顶顶。好冷哦，今天。对啊。超冷的，会冷到礼拜四。那、啊、我要等他吗？真的超冷的。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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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直接。嗯，不用不用等他，没事。嗯。传。我们要这次要那个买那个传送器回来。哦。要减多一点。好，那我觉得可以买个餐。我、哦、找到了，找到了，找到了。跟鹿哥跳一样的舞。嗯，可以买两把手电筒，一把铲子啊，怎么样？哇，没差。两把手电筒而已嘛。一把手电筒跟一把铲子啦。你说现在的钱只能买这样？对对。我有600块了哎、欸，600块。不是，我们还没卖啊。我们还没卖。我们没卖。说现在的钱。现在只是老婆本。哦哦，现在是老婆吧？好，懂了，我懂了。哇，只能买一把，买一个手电筒而已。露娜，好强哦！这个我知道，这个我知道。走吧，走吧。你拿，你拿，你拿。我拿。好像是在后面。来了，我来了。后面。好像。完了，跟你们玩泰坦玩太多次了，觉得泰坦比较好玩。在哪里？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路下面是有路的吗？那没有，这个是，这个应该是那个体重计吧，对不对？这个应该是体重计吧。迷路了，完蛋了，连我都迷路，太少玩这张图了。对啊，那边是飞船的点，那边是飞船。帕鲁，帕鲁，明天啦，明天，明天两点。好像不是这里耶，哎、欸，还是这里，这是湖啊。完了，要绕一圈了，还是左边 ？Oh no, where？ 找不到路，还是右前方啊。好，我们回去。我们先绕一圈，我们还有时间。安安安安。危险，小心不要掉下去。找不到，找不到路哎、你是真的还是假的？你一定是真的，我不要理你了。松啊！僵尸应该不会跑步吧？哼，还想骗？僵尸还想骗？啊！乌龟死了，他怎么死的？不知道，他被炸死了。我也是直接踩到地雷吧？我的天，好恐怖哦！哎、欸？啊！就是一开门就进去，然后就死了。有出怪哦。都没有啊！安安安！有人在吗？有人吗？鹿哥尖叫了！鹿哥尖叫了！快跑！哇哇！有人死了。啊，露诺竟然没死，好猛哦！
鹿哥不要跟他打架，鹿哥不。快跑，快跑！哎、欸，嗨 ，Fancy。Hello。你怎么也数了？那个车距跑来看我，我很怕。啊、哦欸。他怎么把东西丢在地上的感觉？完蛋了！后门还有两个小东西耶，我捡不动。只能靠妹子了，吃软饭的两个男人。说啥？刚捡了很多呢。哦，是啊，捡很多。哎呀，我靠！吃软饭只有我。杂虫，杂虫，杂虫！完了，完了。完蛋！我想说跑了，哎，不是吧？哎，他怎么知道你死了？听到声音吧？对，我被咬了，被咬了，被咬了。不是，我说露诺怎么知道你死了？我没发出声音啊，我才刚在他旁边而已。啊！完了，阿西，刚才想说我们两个吃软饭的都没做事，你说什么东西啦？就进来了，我没吃软饭哦。哎，你怎么死的、啊？哎、欸，我刚刚那颗是一个皮肤色的怪物。我吗？我没有。我刚刚有一个那个什么，踩到地雷啊、喔。那个地雷会走路哎、欸。哦，扫地机器人啊。扫地机器人。哦哦，扫地机器人啊、哦！他那个地雷自己冲过来撞我，我真的傻眼。我太阳鼠了。你那个要站在那个栏杆上。哥也鼠了。哦。哥也鼠了，走了。都熟了啦，都熟了，不要了。我走，我不敢接。来问他，明智的选择，明智的选择。对啊，对啊，太可惜了。应该放下，放下手上的。有我在正准备丢的时候，我就被咬了。抱起砖头就不能抱你了。嗨，各位，欢迎回来。啊，睡醒了，睡醒了。明智的选择，而且你没有再去捡，非常好，非常好。我看到杀虫超，有够可怕，直接帮我咬了。有，我听到声音，好奇怪，我上来怎么听不到声音？然后又看到一只很大只，哎，卖东西喽，开开心心的，开开心心的。喂，而且我刚刚还走到，走到还有一间店房。你不是说后门还有吗？后门超肥，九痛。哦，99磅，怎么那么重啊？哇！这样代表我们赚的多啊。嗯。漂亮漂亮。哦，那个产那个什么东西，那个路标很重。刚刚打死了一只。要逼呀！对啊，我觉得你好猛哦。要逼。要逼。怎么了？你竟然没被那只打死！啊，这个必须的，那不行。刚刚一直叫猪哥不要去找车去。我刚刚想要扁他，对，我想要扁他。对啊，你一直拿着那一根想要扁他，真的太凶猛。哎、欸，不要那么粗暴！哎，快收啦！哎呦！收了！耶、yeah ！老板，买东西！水！拜拜！呀比！嗯。充个电，哎。啊，你等下叫不叫叫毛太阳充那个电？啊？对！哎，没有，还没。你们手电筒每次都没了。我会充电啊。对，哎，我的还在。你的还在，那我充。还好，刚刚叫你拿，你看。怎么了？是不是叫你拿手电筒？我们都死光了。哇，省了一点，省了一笔。我操！好，多点了。你要开始在那个？嗯。完了 ，bug， 完了。
么了？卢哥怎么了？卢哥？对，我买了东西。哦。传送吗？那不是还要加那个对讲？对讲机哦，可以买啊。对讲机可能要两个，得买五个啦。为什么要两个？哇，太有钱了吧！我们那么有钱哦。哇，我们800块耶！说实话，那我们现在富豪。哇，随便买啦，随便买随便买。你这是？我可以。才尸体的。对对对。这不一定可以，这也可以传人回来啊。对啊，那就是把尸体传回来也可以啊。OK， 有人快死的时候，对讲机求救一下，然后你就可以把它传回来。那边救我，救我，救我！然后可以按的，喊妹我，喊妹我哇！波西君。我还没捡到。来来来，地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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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不说救我救我？你干嘛救我救我救我？哎、欸，按哪颗键？立。船被他们开走，快点快点，跳上去跳上去。好好好 ，OK。开门啊！哎、欸，要怎么弄手电筒出来啊？那个 F 啊？不是 F 啊，那个拿出来。哦头头头哦对对对，厉害了厉害了啊、哦、有了谢了谢了谢了，等等，哇哦电属性附魔哎、欸，不会带啊，那个好什么东西，为什么充电它就那个了？你拿充错东西，充错东西，充错东西，你拿。你拿你附魔电属性的代价，铲子也可以充电哦，铲子也可以充电哦，可以附魔电那啊电属性呢？对，你再充一下，等下下去会一级必杀。真的假的？真的假的？真的真的。你可以打小女孩哦，很强。好，我充好了，充好了。他没死。你打错了。突然怎么还活着？谢谢你不要打我、欸、你们要记得开对讲机。有有有，对对，开对讲。然后对讲机怎么讲话？啊？我记得啊。按啊。喂喂喂。啊？按啊按啊，快速快捷键。我有声音吗？对啊。OK OK。露诺，我有声音吗？露诺。有啊有啊。是对讲机的声音还是讲话的声音？哪一个谈？我刚讲的是对讲机还是？讲话声音不是对讲机。啊我怎么办？啊你有开吗？我有开啊。按 Q 打开。你这样子。啊？没有哎、欸，喂。有听到对讲机的那个？哎、欸。哦。有响屏，有响屏。吓死！没捡到，我没捡到，等一下，等一下。这捡的很危险，你不觉得吗？你确定你可以吗？还是我帮你捡？哇，好猛哦，鹿哥超强！哎、欸，对讲机是哪一个？特定。我不要。
为他们是直接用右键就可以讲话、啊，他们有装个模组啦。喂喂喂，听得到吗？哎嘿嘿。我也听到分析的了。没有，我是拿出电对讲机加左键啊。有，哎，我都，我还在这边。刚刚有被追，被蜜蜂追。现在又电嘞。门打得死吗？打不死。多多，你活着吧。活着，活着，活着。啊，不然就是啊按不出来啊。我哪里？我这里。好像有杀虫欸。哦，在那边。有杀虫。哇，你好懂我呀。我又看到主要路口，哎哎哎哎哎。走吧，后面去，我跟你说。好啊好啊。前面呀，那不是个那个灯。对，我像眼睛的灯。对啊，我刚往那边走啊。啊，就是走前方而已。啊、跳下去吗？哦哦哦。那我刚就到这边啊，可是我好像不能再进去，二十滴血，哇，没有赢。难受，我进去了。这边这边，不要入口。你不是有杀虫吗？有没有没有，现在没。怎么一直在跳舞啊？烦了。啊，那是坐在 A 吗？啊，有可能。对呀。我们。你没放大门，那我们先去放大门吧。哎、欸，哎、欸，僵尸僵尸僵尸，不是啦，不是啦，吓、啊啊啊、死我！你不要吓我，你突然出现在我背后，你别突然出现在我背后，我吓死哎、欸！卢哥剩二十滴血啦。为什么？他刚不是追蜜蜂被咬啊？啊！你很敢哦，你很勇嘛。有声音，有什么奇怪的声音？花男，花男，花男！不用骗嘞！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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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油！快跑，快跑，快跑，快跑！关门，关门！路在哪？路在哪？我按了。什么东西？车去，车去，车去，车去！哪里？哪里？弹簧头啦！弹簧头，弹簧头，怎么办？怎么办？是两份。叫卢哥传送，叫卢哥传送。没有吧？
等一下我帮你看后面哦，看。没有，我要去厕所。啊，好的，好的。遇到大傻的僵尸。我死了，我死了，我死了。他怎么死了？他被大傻僵尸咬了。不对啊，大傻的僵尸。哦。哎、欸，怎么有？打他，打他，打他，打露诺，打露诺。完了，我应该先传他的，没注意到他被僵尸吃了。可以去哪？可以去哪？现在七点。好像，哎、欸，你们门口东西我拿一波回来，你们还有再丢出来？没有，我在里面的。再怎么过去啊？嗯，贴着走。我会，我会。刚鹿哥教我。好。我按 R 没有声音呢，只能 Auto 加组件。你 ，OK， 完美完美，打死了打死了，啊，安全安全，安全，哎，盘子哎，哎，八点了，要不要走了？我知道。你说那个很大的齿轮吗？对，我拿走啦、啊，走了啦，走了，走了。走可以传了吧？直接传了吧？直接可以直接传了。你跟他讲啊。板子掉了就掉了，没事啊。怎么了？没有，没事。不要乱笑，我有鬼在叫。是真的，是真的，我是真的。杀手，杀手，反问他们。呜、哦。巨人吧。千万别踩到，踩到我就跑了。是那个鹿哥的僵尸。是不是他那个是那个？单挑单挑，就是就你个人的他一个早安，好。你是戴面具吗？应该不是吧？不可能吧？戴什么面具？是戴面具。没有，他没有。他的解释是什么？我改一下按键。你是要改什么按键？我把 F 改掉，刚刚没改到。我改成远了、啊。哎、欸、，F 在哪里啊 ？F。F 在 D 的旁边 ，G 的旁边。那我要去哪里改啊？你是说按那个跳舞的吗？你说跳舞的吗？来设定更多按键，然后记得充电哦。下面第三个吧，啊，什么勾开头的？有没有看到？没有。好，加油。那个，不然你点那个 CUSTON， 有没有戳下去？你现在在哪边？更多按键设定吗？对，我在按键设定里面。你要用更多按键设定，我现在还更多按键设定。它只有变更按键和更多动作、欸。对啊，更多动作啊。对不起，更多动作点。更多动作里面没有、啊。啊、好，设定那个更变按键，点更变按键。哦、有了，然后第二个 CUS 什么 T 的那个，然后的那个 F 改成你喜欢的，哎，试试好了。
我来了。腿短啊！你跳啊！你回音好重哦。我？为什么这有时候讲话会有回音？对啊。我听你也是有啊。啊，因为我们在宇宙啦。哈哈。都是超爱在地上走的、欸。你被带坏了，超好用。啊，我记得那个还可以躲机枪，对不对？不行吧？我记得可以。真的吗？那个真的超猛。骗组，那机枪不是往地上射？呜呼！有地雷哦。Hello, hello. 哎呀！半死了。你掉下去。半死了。不行，好笨啊，不行。哎，我去洗个东西，等一下，我换吸管。你是迷路了，老哥，不要跟我讲你跳下去嘞，老哥。F 在哪里啊？哈哈。哎，上面那个谁？没事啊，靠腰啊！啊，上面跑过去是谁啊？我应该拿手电筒的。完了，河西的僵尸。诺诺，是。有个别的怪，在这附近。他给我超快的跑过去，我不知道是谁。真的，拿吧。后面，在后面，在后面，在后面。对，不要，这个东西，对，这个，行啊，去前面，前面有个那个去哪？不是你这个笨蛋，哎，你怎么死了？对，等我一下，我带有没了，那边没东西。我摔死的。是，好像是我们，好像是我们两个，一个掉下去，另外一个不知道去哪了。实在的，哪来的？喂，晚上睡，你怎么也数了？我摔数了，摔数了是不是？我一直听到你的僵尸的声音。我真的假的？我讲什么？你好像在讲话哎。还是他听到跟你说我们在讲话。感谢自制的一年，感谢。才一年吗？感觉一年半了哎。走吧。这两个男人好没用哦。帮我带这个好了，谁？你这么说，算真的很没用。这两个男人在干什么？都靠女人养，吃软饭，有白脸，照哦，真的超重，重啊！声音好像不太妙哎、欸，我在思考。等一下，打扫在干嘛啦？都没声音啊！对，那边这么容易摔死人嘞、欸。对，我就是摔死的，鹿哥。阴差阴好。那有地方都是雾啊，跳不了。明察秋毫吧，明察阴好是什么？还有，明察秋阴好怎么听起来怪怪的，又好像有点，又好像很正常，对不对？跳一跳。对。下。
扁他吗？有吓到吗？走，开扁，把扁扁了。开扁，开扁，开扁。把他们闯过。那地上扁得了吗？可以啊，可以。可怕吗？哦，我。你看起来好像真的是两个都摔死了，好像看起来一样。这个怎么长得不一样？这个怎么长得不一样？我哪有长不一样？我们可以走了吗？可以走了。Go。不知道自己长什么样，其实。你可以跳舞看啊。超恶，怎么这么恶？你可以拿铲子跟手电筒，还有那个对讲机。你有你的分，有卖你的分，你可以自己拿。没了，没份了，没份了。没份没份，没了没了，等一下没了吗？抢抢抢，等一下抢，等一下抢。啊，飞了！要抢要抢。好像两个都掉下去了哎，老哥。啊！伸懒腰啊！为什么我死了？为什么我死了？你没死啊？摔死了吗？你摔死了？摔死了。I'm back, I'm back, back. 耶！我看，快点，手电筒。应该是手电筒先拿再说。嗯，他们摔死的，就是你刚刚说我说好之后，找一找我就找死了。对，我就不知道我就找到死了。你是有摔下去吗？有，我摔下去。看到鹿哥太开心，往那边跳就死了。哎呀！看下路，看下路。没有。行，地上没钱，看地上干嘛？手电筒了，所以我看不到路。新北路。也是，这次我带着打傻的手电筒出发。我们吃了满载而归。没关系，我会跟在你屁股后面。好出发，啊，怎么这一张？满载而归是吗？没问题。我们去跟在布诺的后面。哪里啊？都是我。会了，会了，会了。没有，我什么都没有。我刚刚呢？可以拿。把我拿，我拿，我拿了。不要浪费，不要浪费。然后蜂巢就可以很赚钱了。是同一招吗？不是吧？不是这把。我们上次第一关可是靠蜂巢过的。应该不是走这呢，为什么要跟不跟着女人走，要跟着男人走？Hello。哎，我卡那个散弹枪的姿势，为什么？他们没东西，什么？好。入口左边。那两个人迷路了。吓死我！嗯。为什么？假的假的假的，那假的那假的那假的，有没有要死吗？哎，好，乌龟死了啊！乌龟死了，乌龟死了，跟鹿哥说一下。我在楼上。哦，太阳死了。
这边。我这边，楼上。你是上楼吗？Hello， 繁星。你好，我们门锁住了。离合，离合，离合，离合。这里很适合来讲鬼故事哦。哇，好大，好大。没东西了，就这样。OK。喂，上面没东西啊？没东西，没东西，上面没东西。这个好重，还是要跟你换。嗯，差不多。你走。这道路。标狗。什么小机器人？拜拜，我走了，拜。小机器人，拜。哦，别！飙不起来。完了，太重了，男生死光了。我怎么死都不知道哎。完了，没有那个扫地机器人。又一只又一只。我怎么死的？没有，有扫地机器人，有扫地机器人。那扫地机器人是会直接把你扫死，还是会爆？会炸，会炸，会爆炸，会爆炸。我走。露诺，下来陪我们，露诺。兄弟，抱！哎，抱！哎，我活着，我要出去了。我这边。我在门。男人好烂。猛了吧？他好强哦。我们被扫地机器人三杀哎！我靠！太狠了吧！扫地机器人超强哎、欸！是，不是乌龟是摔死的？对，我是摔死的。可是他扫地机器人，他爆炸不会消失哦。有两个蜂巢啦，还有没有考虑一下？可以，我觉得可以。不是我剩六十滴。你剩六十，那我来试试看。好。先放东西吧，先放东西吧。有两颗。好，对吧？但是没人想死掉了。我们还想死。好，走吧。在哪边？有一个在。哪一个地方？在树旁边，有点忘记哪一棵树。一棵很大棵的树。哦，对，看到，看到。来吧，你，我想一下啊、哦。有那个。我来。跳。你来引，好。我拿就好，我来跳。那这是什么啊？会死。好猛哦！哇哦！来，不要靠近我。我要学。你等我拉，等我说拉杆哦。放下、太猛了吧！吉娃娃哦，我看他会怕哦。冷静一点好不好？啊，没拿到，没拿到，可惜。对。哎，是男人就冲过去挨了，是不是？我们男生应该要死在这个时候的，不该死在里面。我应该要自
都是挡刀。你有他吗？要放弃了，乌龟要放弃。好妖啊！等一下哦，等一下，等我一下。要啊，乌哥不要。乌哥不要了啦。要啦。鹿哥爱惜生命，鹿哥对，不值得，不值得，这三个男人不值得你死。对，没事没事的，不过就是100块。对，我还有，不要理这三个男的了。对，不要陪这三个男人死，不值得。你有没有听过蘑菇蘑菇？滚好不好？啊？什么蘑菇蘑菇？蘑菇蘑菇，你有没有听过蘑菇蘑菇？蘑蘑菇蘑菇。有没有听过蘑菇蘑菇？那我贴给你蘑菇蘑菇蘑菇。他沉下去了。那你后面，快跑 ！OK。我好，我在努力了，快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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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赶上了。来一波，再一波。一波。爆发小辣杀虫，想怎样？快走好不好？在门口了。应该没了。哥不要，鹿哥，鹿哥不要，不值得。有了你很棒，我们都看在眼里。完了，要调回实习生了，可恶！啊，会掉等哦，都变实习生了。去卖东西。哎呦，我没跳上去那个，跳上去那个 bus 那个，哎，真的可惜，真的很可惜。鹿哥都已经拿到梯子那里了，超猛。哎，巨人是只有泰坦跟难度高的才有。哦、原来如此。干嘛想去吗？可以啊。可以啊，我觉得泰坦不会迷路啊。比较简单。对。比较近啊。比较近，不会迷路。比泰坦比较近。对。对啊，那里比较近啊。先把铲子丢下。我把那个蘑菇。贴在那个 DC。好。蘑菇蘑菇。我蘑菇蘑菇几月开？我可以按吗？可以可以可以。买东西了。可以按吗？可以啊，可以按了，可以按了。有没有吃掉？他。有没有吃掉了？他问我可以按吗？我说可以按了啊。然后他不离开，我原来他真的不知道。买吧，大买特买。老板，老板不收东西耶。没收，老板不收，老板不收哎、欸。钱呢？我说那个钱。老板不收哎、欸，为什么？来了，钱快来了，钱快来了。有了。还好吗？合成这样，可以啦，可以，很好。鹿哥，决定我要来坦诚一件事了。我刚刚，我
觉得我要坦诚。对啊，干嘛？你听，你听，你先去拿那个，你去拿。会不见，会不见。安安的小安。坏事，猪哥揍他。我好，我要按喽。还有哎、欸，你要按什么？有。我以为是你按的嘞。好爽哦！你要坦诚的事情啊。对。来开始。我要坦诚。哦，我还想说，为什么那时候听到音乐盒的声音，但是没听到音乐盒？那、啊、你怎么弄的？你录音哦？是录音吗？是录音。音乐盒的声音啊？这是录音吗？换这什么？嗯？换这什么声音？什么声音？音乐盒啊？音响。那、啊、为什么你有？为什么你有？用了一点魔法。好坏哟、喔！还有这个，哎、欸，爷爷有外送去哪里？你刚刚就被你这骗，我还想说，没有，刚刚是真的。我冲过去，刚刚是真的。我刚刚真的。我坦诚完了，我坦诚完了。是啊，啊，整齐，整齐。没事啦，还好，不会又在被骗了。我这边也有高商人会讲干，所以还好。而且，想说不要用音效板，音效板只有五秒，太容易被抓包。笑死，I'm back、欸。按键设定讲话是哪颗啊？五魔翻回。跳舞庆祝，跳舞跳舞，不是啊，那个庆祝，那个麦啊，对啊，但是我 R 没有东西耶。那按滑鼠右键呢？滑鼠右键不是那个吗？扫描哎，那怎么记得 X、哦、X？ 哎、欸，真的哎，谢谢谢谢，我去设定一下。那等你设定完再开吧。没啊，可以走，可以走。反正进去也是死。人第一次这么会跳舞。反正进去也是死。有那个哎，脸红红哎，那个三杠三杠。哪颗尖冲突？啊？哎呦，有阿蒙阿斯。有没有没有？我发现我脸好丑，换个一件好。我感受到我人生地不灵。高家人。测试无线电有声音吗 ？Go go go！ 没有。没声音哦。泰坦，冲啊！猴子，香蕉，香蕉。走后门。怎么了？哦。里面很多东西，可是。哦。怎么？我回去关。
不知道，马太郎被炸了。米奇。我扫地机器人。按这样子吗？你关了吗？哎呀，差两。要怎么关？哎、欸，有看到，可是我要打斜线吗？还是不用打？有两台、欸。不用，直接。关。你要连续打。连续打，就打 V 9 V 9 V 9就好了吗？对对对对。可是这是 Y， 我歪啦。两台，两台，一台关了，又启动了，等一下、哦欸。我很想解，可是很危险。传了，传了。关了，关了，关了。打傻也死了。哎、欸，打傻，怎么死了？怎么死了？安安啊，好像有巨人。
对不起，我努力在按了。我下次不要抄了，抱歉抱歉。路诺的僵尸在外面吵我。我看到小女孩了，不好意思。对啊，小女孩吗？有，小女孩是不是 OK？ 是。活音跑，就是按动作小心，动作要小心，好好笑。死亡！我在这边躺赢还不错。我很抱歉，可以传你的，我在按了。没事没事。诺诺，那个是诺诺，你有回头在跑吗？没有。你不要看他，他刚刚有消，他刚好消了一下他怒气，那你一直看他。我想看必看。看看，你想死吗？看，好笑，好笑。有什么东西可以拿？好吧，我想说他都要杀我了，就来吧。有什么东西可以拿？地上的三样东西都可以拿，不是那个，那个不能拿。跟那个手电筒，还有毯子。毯子看你啦，自卫用的。新品应该不用充电吧？不是，记得充电哦，各位。哈哈，是不是你？是不是你？谁又在皮？谁又在皮？Hello，Hello，Hello， 雾有点大哦。多雾天，雾很浓哎。对啊，看不太到。广州雾应该还好，反正就在下面而已，船很近啊。只是要小心狗跟巨人之类的。泰坦是钱最多吗？对啊，应该说可能怪最多，钱附近最多。哎、欸，哎、欸，怎么是？怎么长这样？那长。对，很厉害吗？蜘蛛哎、欸，它是蜘蛛吗？果然是蜘蛛哎、欸。完了，他死吗？看看啊，试看看。我死了就算了。看到一个钟在哪里？哎，蜘蛛怎么打？没有。我觉得反正会。你喜欢干他。蜘蛛打死吗？打死。啊上！走！啊你离我这两米！哎、欸、打到我好痛！哦乌龟打鹿哥！蜘蛛那蜘蛛啦，鹿哥，是我，痛死我了，我剩六十滴。鹿哥原谅我，鹿哥我来保护你，鹿哥我保护你。
哥在哪？奇怪。你好，谁哦？大厅这边有个蟑螂，我听到。我的保护对象呢？我看到小女孩了。该回家了。快跑！快跑！哦，白痴哦！不是，你的样子跟小女孩的花色有点像，像是不是？是是是。我刚刚在研究对讲机怎么开。哦，你现在会用吗？我教你，你按 auto， 你是 auto 有拿出来吗？对不对？这戏还活着吗？还活着，还活着。我讲话有声音吗？有有。好好好。哎、欸，等一下，你现在拿几个对讲机？阿傻，你按住 auto 有没有拿东西？对对对 ，auto 在滚的滚轮，滚一下滚轮。对，然后按 Q， 打开它，好了吗？它有亮吗？然后有亮之后你关掉，然后按 R 讲话看看。按 R 什么？按 R 讲话。Hello。哦，有了有了，你可以了。那、啊、你快捷键上面可以不用拿手电筒跟那个。阿傻，你手电筒不用拿在手上。好的好的。好的。有巨人有巨人。有巨人喽。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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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车内在。啊哈哈哈哈哈哈！用手穿进来。外面有巨人一只而已。陆哥还活着吗？还活着。走走。嗯，他们三颗要害。在船车头，车头，你不要按，你不要跳舞，你不要跳舞。没有听说跳舞好像有声音，跳舞的声音他们听得到。在车头。人死了吗？没人死，没人死。人侦测到，侦测到跳舞。脚啦，没摔死，我不想进去了。
完了。谁又充错东西？谁又充电了、啊？我按错了。我觉得是故意的。你按你的自己好吧，掏出来再垫。我走了。是有狗吗？不是有狗吗？巨人啊！按自己，按自己，按自己，自己拿出来了没？拿出来了。对啊。对对，好。按错了。我走了吗？狗走了吗？船开走了。开走。我们还有东西没捡呢、欸，没办法啊，好可惜哦、喔，没办法。为什么可以连两次充错东西？我不太懂。我操，又拿到三经验值了。不行，你们要新手要进去，不可以。对啊。有，我有进去，我有进去。我是逼不得已的。不要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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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全部给我下去。好。好，全部都给我下去。移动。对，全部下去。怕的。来船，下船，别追水。你那是雾啊？没有啊，这次是正常的。啊，这样稍微比较不晕。你说跳舞对不对？对啊。我也是，不跳舞会三 D 晕。可是我很怕跳舞里面会遇到怪。什么？你右手边进门的左手。马上来，我们一起前进吧。有红红的点，我不知道什么东西。中往前面有个东西可以捡啊。要这一波的。我想说，我看到红红的东西啊！啊，大，先不要攻击。哎，繁星，你还活着吗？繁星？那繁星好像没了。繁星怎么死了？繁星死了，为什么？OK， 哇，可爱！有电池吗？哎、欸，不，有电池吗？在讲啥呢？在讲吧，各位，跟你们讲一件事情，小女孩找上我了，你们没有中控了。再见了，各位，我没有中控了。电池爆了。喂，哎，楼梯的平台有地雷，踩下去就爆了。我是摔死了。哎，上了，我明明就最穷，为什么小女孩找上我呢？哎，小女孩好容易出哦，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怎么会这样呢？左手边有个猫，对，诺诺死了。你们这边没东西了，大商。
们这边没东西了，大嫂。马太阳这边东西。你们等一下进门的右手边那个门里面还有东西可以捡。好。啊，陆哥是开 YT 哦。住啊住啊住啊！这边有事，住啊住啊！过去，我不确定那边能不能走，你们正门走可以走吗？哎呦，猫，猫咪，猫哎，点猫哎，这猫也太逼真了吧！还是要先回来一波也可以，我只是不能回头了，因为它在我屁股后面。笑死！还有人吗？还有人吗？欸，小女孩是怎么杀人的啊？我觉得我们先玩。里面的人都死了，剩你们两个。露诺。欸，怎么了？小女孩是怎么杀人？欸，好像你只能看她两次吧，然后她就会玩腻你，然后就直接玩杀。哈哈。我不能捡东西耶，有 bug。鬼魂。你 bug？ 快重回来再上去。哎，不是有僵尸，你们僵尸有僵尸哦。我拿猫，是僵尸，那是露诺，露诺，露诺，你杀人了！哎，哎，这段，这段，这段很棒哎！一小时三十七分，我记一下。你知道我听到是什么吗？你的声音是说你怎么死了？然后那个大傻就回应说啊我，然后。我怎么死都不知道哎！看你看看，哦，看你里面的东西怎么了？有吗？打眼呢？不行哎，我现在按E没有用。怎么会这样子啊？哦，我要把僵尸咬一下。你被僵尸骗了。太阳，我想说，哎，这个灭团了，灭团了。灭了，完了，完了。是鹿哥叫我给僵尸咬一下，所以对啊，僵尸从来没有鹿哥，另外一只，第二只，第二只僵尸啦。喂。我断了，我断线了，我也断了。没事，我知道这应该是鹿哥，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对对对对对，用魔法，应该是鹿哥在用魔法。我现在灭了，武器坏掉了啦。对哦，那个怎么会这样？因为我当。刚我出 bug 啦，因为刚刚我出 bug， 应该是刚刚地雷踩下去打到网路线，僵尸团灭，全部好强哦！你要知道，刚刚那个鹿哥不是有讲说里面的人都死了？对啊，你刚刚是回应鹿诺说，哎、欸，你们怎么死的？这个啊，是吗？我刚刚是听到大傻很认真在回那个啊鹿诺声音哎、欸。没有，因为那是对讲机啊！啊，打傻！哦，真的假的？我的这边的视角是好像露诺的僵尸说怎么死了，然后又看到再回应。僵尸会 AI 诈骗。鹿哥，想死你了！滑雪露诺，怎么是两只啊？对呀，超扯！我使用小技巧。没有没有，刚刚一定是伺服器不稳。对啊，真的哎。对。刚突然就断线，不知道为什么。真的哎。
冲进，诺诺咬他哎、欸，我没他的好友，没有他的好友吗？没有哎、欸，没有哎、欸，还是我有他的好友，看看，有哎、欸，有的有的。多帅！回来啦！先回来，那也太衰了吧！刚刚网路不稳啊，重开了一下，突然就断掉了。啊！按错了。谁要跟我玩海带拳？谁要跟我玩海带拳？海带拳。你要跟我玩海带拳吗？海带拳，海带拳呢、啊？三个指定三个姿势，看谁中。要挑姿势哎、欸，挑姿势出来哎、欸。哎、欸，有谁没见？宝太郎。我腰刚刚有腰他了。哦。好好好。我们就终止。等一下。不要那么同步啦。中指、火臀跟拍拍手。你说中指，不行，离太远了，离太远。拍手，中指拍手跟那个就好了，指人就好了。好啊，来啊，谁要那个？大嫂当那个，我看谁跟你一样。好啊，好啊，三二一，按。还没按、啊，哎、欸，不是当那个吗？不是海，不是海带拳，是两两人吗？海带拳，拍手指向跟中指啊，这样三个。对啊，海带扭臀太远了啦。对啊，扭臀太远了。再来，还是要这个，也是跳舞。好啦，来啦。拍手中指指向，来，三二一，按。谁输了？谁输了？不可中，我先按嘞、欸。指向不能。再一次 QQ。怎么一下就看到海带啊？海带。海带，海带，海带呀，海带！一个一个玩，一个玩，一个玩。玩漂移，一个一个玩。玩。谁要先用个笔？你很吵哎、欸，繁星。哎、欸，你可以关掉声音啊，你不能怪我啊。对啊，可以关声音啊。OK， 有了有了，那我知道直升机了。来。来路。来吧，来吧。好吧，那这样子好了。看一下可不可以剪？可以。可以吗？应该可以的吧。无法。还没开始啊！要先，还没开始。要先，对对对对对。走啊！啊，走。好。走。被嫌吵了。硬。你们之间。什么闲钱？可以可以，水。喂，有钱的感觉，有东西的感觉真好。怎么就团灭了呢？我只能说太衰了，不然没有一起来，僵尸没有一起来就倒还好，太惨了这边了。啊？这太惨吗？迷路了，迷路了。如果僵尸没有一起来，倒真的还好，你知道吗？那是一起来，我真的。我在顶上了，我在顶上了。反角遇到爱，没有啊，因为他刚刚就一起死的、啊，刚科西就是跟他一起。你这样还可以上楼梯吗？你确定你还可以上楼梯吗？顺的嘞。
说这个攀爬的、欸。对呀、啊。哇，你这样，你这样上楼，上楼。我这边超肥的，都拍个电话，我就拍个电话，对对对，好肥哦，我说慢点。那我们进来左边没路了。哎，我的铲子拿出来。地上，地上，地上。帮我打拿一次把钥匙，谢谢你。别动心，趁跳下去。你要小心，你跳下去我就跳下去救你了，小心一点、哦。冷静。下面没路了。射笔下面。没路了，没路了。我没射笔。哎哎，电玩呢？他可以按左键。你知道我在哪了？都没路了，都没路了。那可能要去这边。对啊，还有地方，还有边有路，还有边有路。钥匙给你吗？钥匙放这里，留一把就好。还有地方有路。好像没路了哎、欸。我帮你盯，我帮你盯。你等啊，我看一下，这边路是不是空的？来来来，给我，我来来，我来。我去拿钥匙吗？你下去，下去，这边。按错了。我要去拿钥匙吗？太凶，不用，我有。好。不用看他电话了。那我出来了。没有，你家鹿哥遇到弹簧头。没有，弹簧抽出来了，没事。那我拔了。哇，好。哇，你好，你好棒哦。你怎么了？蜘蛛，你在哪里？我在这门进来，你走吧。楼上。有个蜘蛛在楼梯。哎、欸，没有啊。好，巨人！
那应该死透了。致死是什么东西？不知道啊。能扁他吗？是沙包吗？能扁毛太郎吗？重击。那可能打蜘蛛的时候。哦，有可能。没有，有可能大傻要打蜘蛛打。互打。对，互打。他被蜘蛛弄死了。OK， 越打越挨 ，SN。没解完啊？嗯，走吧。好了。被蜘蛛打死，对，好笑。哦，推理出来了。你身上超多东西，没办法，我不知道你在哪里。对。你才捡一半呢。我身上超多东西耶。没办法、啊，是我找不到路，我们走太深了。你们，我刚刚超傻眼的。你们怎么死的？快点讲一下，刚刚推理。一小女孩只有大傻看得到，她害怕。遇到一小女孩，那遇到蜘蛛打野。哈哈。哎、欸，小女孩是，小女孩是加倍啊？怎么那么好遇啊？之前都没那么好遇哎、欸。因为小女孩不是很难遇吗？刚就遇到了。我觉得我连续好，我连续遇两次，三两次啊。小女孩应该是基本上标配吧？标配哦，什么？竟然是标配？对啊，高阶图应该差不多都会有吧？哦，去阳馆比较容易，阳馆比较容易。啊，有一把钥匙。我放地上，哇！钥匙是不是要留一把？我觉得可以留一把。钥匙，嗯。钥匙，船上好像还有吧？冷静！干嘛干嘛干嘛？你们在干嘛？被吃，差点被吃掉。按了吗？按了吗？哦，好险好险，看，绕跑第一名的，好，可以可以可以的，反关门，我们有1300哎，哇塞，太多了吧，好赚好赚，到底是什么概念？1300可以吃好多，好哎。我还需要什么东西啊？我有长大的感觉了。长大的感觉。我们需要最高级的手电筒。啊、我终于有长大的感觉了。已经是最高级了。Nice。看铲子只剩两只，可能没有，我叠在一起了。铲子剩两只啦，嗯，铲子剩两只。没有啦，三只。还是要买喷射背包。浪费钱，那个没有用。可是那很帅。给你哦。大傻，你刚刚对讲机没有开。刚刚就还没有，给你哦。那应该有吧？到时候听到声音从后面来。哎、欸，我要死了，剩两滴。这会死的，这会死的。他现在扁我。赶紧拿，赶紧拿。冷静，冷静。露诺，不要再放音乐了。我没放。放羊的露诺。赶紧拿，赶紧拿，会会。有有有。
都买的好开心、喔，好像去 Costco 购物的感觉啊，疯狂买。闪光弹你们要丢哪？我记得这。对呀、啊，这都可以啊。快拿，快拿！拿拿拿拿拿！要爆了，要爆了！都是钱，都是钱，都是钱。我们还剩多少啊？蛮多的，好像有1000多块吧。啊？太有钱了！还那么多，太有钱了吧？我可以买一些存下来。哇，干惨的也太多了吧！我靠！没办法，铲子富翁了。铲子自由。太扯了吧，这个真的铲子自由。我买逆船好了。好。还是传送阵再买一个有用吗？传送阵多可以干嘛？那就这样传进去。哎、欸，那这个是什么？这个是哦，这传进去的逆向传送、哦，好玩的，好玩的，哇哦！你是猴子？哎、欸，我现在看出来你是猴子哎！你才猴子啊！是啊，我刚刚换的啦，啊、我刚刚在弄东西啊，结果有人叫我太吵了，有没有？我来换个猫咪。没有需要买的东西啊，有啦，有一个啦。什么？把这个剪掉，它放在地方。船贼来着，我到底怎么了？我买了12把。啊、哦！好壮。疯啊！买了什么？中佛，刺激！哎、欸，可以买这个。我带了开趴必备回来了。我靠！这个叠在一起这样 OK 吗？叠什么？那差不多这样就好了。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可以啊！你知道，等一下就知道为什么了。别别别别！哦，好，那我再把它叠在一起。身体空间，身体空间。空间，收纳大空间。两台，我们怎么有两台？好蠢！这是干嘛的？买快一点。没了没了没了。买完了买完了。好。黑色的这个是干嘛的？黑色哪个？这个。不知道哎、欸，我没用过那个。OK， 咱们走吧。这个。地上那个，它地上有个奇怪的这个腰带是可以拿多一点东西。对，但是它本身有重量。對對對哦，腰带，它本身有重量。多两个吧。啊，是腰带也有重。对啊。对啊，你就总共多两个。你看，整理的干净了吧？啊、哦，原来如此。可以丢在门口了。那奖金473。耶。有钱人，才643，瞧不起我们吗？一两千的，因为我们会开始加班啊。把这个目标进了，哎、欸，我们现在是不是不用去工作就？你在想什么？那个了，我去养馆。我们现在有2442啊，不是吗？啊，我们多赚一点不好吗？后面后面可以买更多好玩的东西耶。我们我是觉得已经会被干掉了。我做一件事情。什么？逆向传送。做坏事哦。你要传谁？不知道哎。除了你以外的人。传路诺啊。对，传路诺。是你要进去吧？蛮建议传路诺的。看这谁？这谁？好喂，好喂，好喂。
这是真的，这是真的门。小心上面右边。右边窗口可以帮你关掉，东西可以听到吗？前面那个火光是怎样？有听到吗？地雷，地雷，地雷，地雷。有有声有声音。大傻灯，大傻灯。哎呦，我要傻灯，没有东西。大傻回，大傻回，大傻回。你那边很多东西，拿一拿吧。然后那个机枪台，我可以帮你关掉。有机枪，有机枪，有机枪。那个床，你那个房间，回去，回去。这个房间有三个东西可以。回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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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餐餐厅，餐厅。怎么了？然后你们出去右转，在这吗？放底。哦。左转到底有多少？包包满了。在后面。我满了，我满了。有人死了。这里吗？这里吗？哎、欸，好像死人了，好像死人了，好像死人了。我看到，我看到，没事了。露诺走哪？走吧，我帮你关掉了。哦，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那里有危险，有危险。关了，关了，关了。哦，如果要走刚刚机枪塔回去的话，走这，走这。有人死了。对，这个。怎么这样？啊，走这，走这，走这。说你喜欢这个是不是？这个很好用哎、欸。这怎么用啊？可以排雷。哦？那丢出去啊，丢出去就可以排雷。哦，真的假？丢好就是。那么强，那么酷。想说那时候听你们都在说，哎、欸，陆哥，才三点，你们还要进去吗？那个。对 ，OK。你们还要进去吗？要。北船。哎，附近有僵尸。诺诺，你附近有僵尸。你可以吗？那你前面僵尸。你能打吗？尸体我看到，没事。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错东西了，我送错了。我把铲子丢掉，等一下。
有胡桃钱。有胡桃钱。对，有胡桃钱。你看。进去啊，进去啊。你看。哦，是踩上去直接按就好，是不是？啊。嗯，阿撸传我，等我下哦。好，没事没事。专业的阿撸，多专业。多专业，专业的。露诺有弹簧头。我传喽，回来吧。Hello， 要多久？快七点了，快七点了。哥再会。太多，太多了吧？我被踢死的哎、欸！这死定了吧？繁星还活着吗？三只胡桃钱哦。太多怪了啦、欸！他怎么办到用终端机还可以用这个机还可以讲话的啊？还有他的东西吗？用哪个机？他用电脑还可以讲哎、欸。他按那个对讲机的键就可以。可是我用的话，他输入会就显示说打字啊。他们传进去，然后遇到那个两个胡桃钳，他们都是遇到胡桃钳死掉了。哈哈，被踹烂了。我是直接两只，我感觉应该是对枪杀，我就看到两个头。也太可怜了，好可怜哦。惨呐，我们死的好惨呐。不用按键了，这边可以讲话了。那死得好惨呐、啊！对吧？啊，胡桃钳！笑死我哎！真的是笑死我！我看诺诺一进去，然后就没了。他一进去就有两只就在他脸上，然后头就转过来了。我是直接被他踹烂，进去直接踹死。再收一场来休息哦。好的、哦。好的。这么早？闪光弹可以干嘛、啊？累的累的。闪光弹怎么丢啊？就是左键。好。然后左键丢出去。他不会马上爆。他不会马上爆。打怪用的。可以打来打胡桃钳的吗？他眼睛张开之后打，不闪他，然后围殴他。哦、，OK OK。上吧，各位。上吧，各位勇士们。来了，见了。我又在哪里？没有啊。峰哥。
的。反线怎么在大体？哦，太阳屁股后面刚刚有东西可以拿。拿。哦，我从这边过来的。大嫂这边没东西。我看到你右进去右手边有东西。要钥匙，这里要钥匙。要钥匙。你有钥匙吗 ？No。看过了吗？这间看过吗？我现在没看到僵尸。什么声音？啊？是人吗？我。右转，再左转，看有没有。好，没东西了。说。你是？好的，快了不起啊！吓人啊！差点就打闪闪光弹。一把，两把。逆船好像没办法穿掉死。勇敢的诺诺是勇敢的诺诺。要数要数，他带了，他带了，他进去了，带了，那帮我传一下。藏我！我看到太
太恐怖了吧！有他死掉了，有人被爆脸筒爆了，来不及，哇，来不及，没数了。这边都看过了，露诺这边都看过了。那刚刚他在哪里啊？好像我知道的锁的门只有那个而已。刚好看到两个，还是在一楼，在一楼还是二楼？欸、他怎么办到就是用这个终端机然后控制画面的啊，我觉得好帅哦、喔、会看他的台跑出来，你看路哥的后面，我知道他死的地方，所以不要开比较好啊，可以进去，我帮你开，我听到很大声耶、欸、欸过来，这里大厅，欸好酷哦、喔、这是莫德吗？二楼，哪里？楼上。错间，错间。先要去史莱姆那一个是不是？那边。那个门后面有怪哦，但我看不出来。来啊、哦，我要开了。好。目前没有。哦，对啊，他按 R 还是会有打字，所以要自己第一核掉。目前没有，进得去吗？大声。爬的，是蟑螂吗？还是什么？你们怎么一转就不见了？很像车具哎、欸。没事，有人。车具，一个超级大声的什么东西？车具。走吧。还有一次。好棒哦。没事。后面还有一次，可是我还没出来。好，我快死。很好。红。这花哪里？那个门后面有。在抽奖。车具。啊！靠他！哎，我遇到一个车具，一个弹簧头，啊，被敲死了！毛太阳要杀人了！毛太阳杀人！把我敲死嘞！我觉得他蓄意的，那个已经死在地上了，他还多敲了两下、欸，哎。我身上很多东西。若是对讲机跟手电筒那个是可以回来，那个不会掉。很多东西，哈哈，白痴，哈哈，垃圾。我身上很多东西。死光了是不是？原车具死光了是不是？死光了。我还在想回去捡呢、欸。八点了，笑死！好，那算了，只剩四十滴就是了。应该会死在里面。狗哎、欸，真是！原来是车具哦、喔，我想到这么快，不知道什么东西。对啊，两只车具。两只车具。好可惜。我是被毛太郎。有一个应该是被我打死。等一下，复活再说。厉害了，我觉得很棒啊。这个应该是在我们乱。两个人乱打车具的时候被我才不是，那车具已经倒了，你还多挥了两下好吗？我还多挥了两下。你多挥了两下哎、欸！我不知道他倒了，他看起来还在抖动啊。手电筒没了。捡回来。你还在那边，我身上很多东西可以传我了。没有我。我把你打死的过错啊！谁把礼物拆了？猜到什么？拆了烟呢？软呢？烟软呢？不是要卖东西哦？买东西？没有。手电筒。我没有手电筒。我要充电。还有手电筒吗？没有手电筒就没有安全感，对啊，有手电筒、哦，对，好，没了，有手电筒，好，买了四把，好诶、欸，去了，
应该在这里吧。什么？不会回啊，哥。什么？走走走。有人揍我。对，毛太郎对不对？哎、欸，你们没手电筒进去了？哎、欸，用哎、欸，你知道手电筒进去了？我拿到一级必杀神器了。嗨，没东西，没东西。没有过来哦，大傻。没东西，没东西。我想要出去。走啊，走啊，走啊。完了，那里有地雷。要拆到。哦，在这。那个门，哎、欸，刚刚有东西。干嘛？干嘛？你要走哪？谁在玩灯？谁在玩灯？健在健在。哎哎哎！露诺死了，露诺死了。我听到枪声，我听到枪声。你跟我走，你跟我走，你跟我走，你跟我走。我来了，我来了。哈哈哈哈哈！
巨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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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巨人。好像离蛮远的，还好啦。看到我这边没看到巨人。有，有听到声音。进去，柯西。可以啊。那我先充个电。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你害怕了吗？没有没有，你等一下，我进去胡桃前怎么办？你怕什么？是啊，我把尸体抽回来，等一下。啊，再准备一个尸体。成了。我死了。哎呀。OK， 好，把你传进去。好，走。敷衍了，我先不讲。柯西，我看到他，我要把他传回来吗？柯西要传你吗？要传你吗？被他死了，他死了，我死了，你怎么死的？他没看到弹簧头，完全没看到哎。然后他在左边的，哇，我看我走了吧？还要去吗？六点了，他偷到弹簧了，好恶啊！我没有头了，好了吧？看你啊，看你要进进去，反正点，你觉得还进得去吗？走的好了，走的好了。对啊，我觉得回不来、欸，我觉得会回不来。这一把我感觉比较穷。好玩。好险，好险，我想躲得快。它是随着时间怪会越来越多。感谢 Taco 一二三四四的水水。难怪每次晚上传进去都那么可怕、啊。对啊，你这边拖太久了，古堡前那里，原本是只有一只变两只。哇！哇！哇！不喘，你数得好惨。没数，没数。没数，没数。好。那哥，我要去休息了。好。辛苦啦！我以为我会被胡桃钳呛死。我先卖卖再。等一下，卖一下。解散。好啊。先卖卖卖卖卖。不要把腰带卖掉哎、欸。那个热狗留一下。热狗可以干嘛？热狗可以排雷。这是什么啊？这是什么？面具吗？哦、来嘞！是什么神奇的东西？拿什么？没吗？没了。那、我第一次赚那么多钱哎、欸！真假的？坤哥，我也是哎、欸。好哎、欸，怎么？虽然前面都是靠着，虽然前面都是靠着坤哥跟，嗯嗯，干嘛？怎么了？怎么了？感谢小静的追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来来来来来。你只玩他不会，他不会出来你。鲁哥直接在外面吵他，鲁哥太狠了，我都看你们敢不敢啊！那一定会是跳舞也会啊，跳舞也会啊，对啊，跳舞也会，生气了，揍我啊！揍我啊！还是我生气吗？对。就要多死一个人。对对对。所以他这样就不会收东西。啊，等一下吧，等一下，让他冷静一下。
你还跳，你还跳，你还跳，要冷静，你还跳。生气了啦哦 ，OK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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圆满圆满。不不，我825好贵哦，来杀人了。要高精生吗？我有听他们讲说什么狗畜生是不是？高精生是不是？狗畜生吗？因为这个词好像是这款游戏才开始有的吧？你不要过来，你不要过来！很闪避，难打你打。对对对。哎呀喂！嘟噜嘟嘟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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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嘟。喷射背包。对啊。可以用头。这怎么？这好难痛哦！救！你先来救我！救我！完！干！哇，你控制的还不错哎！哎呀！你再摔死！再摔死！要不要飞高一点啊？有没有种？哦，高一点是不是？很，是吧？我们来比谁飞得比较高。哇！哇！我可以去跟另外一团东西。他刚刚在空中爆炸了啊！他在空中爆了，我们的那个也没了。一个喷射背包那么贵哦，原来如此。他一个要700，可是刚刚特价500多块，我买了一个。哦，还有特价的、哦。特价，笑死我。好，走吧。好了。诺、no.。平安结束。诺。诺，紧紧。布诺警警，你还好吗？摩太郎。哦。太郎，记好你现在的行程，摩太郎。休息休息。怎么了？我刚怎么了？我。我昨天给了你什么？我刚明明就在那个。我昨天给了你什么东西？你什么意思？我已经拿到了，我已经拿到了。我可以收回来啊。不行，你不行。我可以，我可以。欸、过分，这个。不要这样嘛，下次不会了，下次不会了。最好是。好吧，那下次一定，下次还是会。OK。OK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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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好啦，就今天就得拜拜啊！哦，今天死的没有想象中多次，开心。拜拜，谢谢鹿哥，谢谢繁星，拜拜。
好，咱们鬼转没有啦。这款游戏我其实，我看一下，我现在游玩时速哦。我现在游玩的时间是，我看一下哦。什么预设是幻兽帕鲁啊？是不是叫我开啊？嗯，想小开一下帕鲁，没有想要玩啊，只是想小开一下。幻兽帕鲁，不是帕鲁，致命公司。游玩时间哦，12小时哎，天哪、啊，难怪我不怕了，哎，不怕了，不怕了，我听一下，咖啡，喝水，喝水，没了。对，我要改玩帕鲁了。啊，不过我觉得我进步很多了啦，至少，哎，至少不是只是当运输工了啊，赶进去玩，赶进去弄东西，赶用传送器了啊，感觉到自己有明显的进步了，啪叽啪叽。哎，玩一下，玩一下。小开，为什么在这边那么少人看？哇，不好说，没啦。其实我不知道哎、欸，玩的游戏，你看知道这款游戏人多嘛？那玩的人也多，当然大家会想去看自己想看的啦。我也其实没关系啊。一，哈鲁怎么拼？啊，所以我是觉得无所谓，自己玩的开心就好，没差。耶咯，我打。没事。继续挂台，哎，感谢毛太郎。哎，真的觉得我们不像之前那么雷那么烂了哎。挖矿，对吧？之前都只是当搬运工，什么都不懂，懵懂，觉得自己好没有用哦。啊，这一只啦，这只超猛的，你看。你看，四金的我们的采矿大队队长，没有啥用。传进去太方便，你没有存过哦。之前跟他们玩的时候被害进去，哇，是蛮好玩的啦。
接下来看下面技能、喔。对，没有。我等一下再给你看，因为我现在趁晚上去挖矿。挖矿。因为帕鲁有分那个被动技能嘛，跟大家的那个金色属性、红色属性、白色属性那个东西，那个东西决定很多嘛。像你这只帕鲁，如果是要工作用的啊，或是采集用的，像你看，我等一下给你看哦，因为我现在想要挖这个，那你去采掉了。这游戏蛮有争议的，对，没错，说缝合罐啦，但是我讲实话啦，就像原神好了，之前我身为那个画图的嘛，但我对原神来讲，我一直都是饱受着说，你可以玩没关系，但是你不要来影响到我，像我的干爹也很多人都有玩嘛，但是我都是想说。那他们不要影响到我玩游戏就好了，他们要怎么玩都可以玩啊！我靠，重，对啊，我一直都是秉持的说，你玩没关系，但是你不要来干涉到我。好，好喽，对不对？而且我老实说啦，如果真的他就是把很多游戏的东西能力都合在一起嘛，就是拼接一些。觉得优点的东西嘛。那虽然这款游戏，对，看起来像闪电鸟啊什么之类加在一起，但是我就蛮喜欢这种融合元素的啦，不是缝合怪元素，是融合。因为之前不是有那个嘛，宝可梦无限融合那款游戏嘛。其实那时候看到那一款，我真的还蛮感兴趣，就是之前一直想来玩。对啊，他就是样子啊什么的，长得像麦块，这没办法嘛，毕竟是事实。可是一个游戏，你好，他就算是缝合好了，那他有资格缝合，就有他怎么讲？那为什么大家抵制一堆人抵制这款？也不说一堆人，蛮多人抵制这款游戏，然后但还是很多人爱玩，对不对？这就是吵不完啊。而且跟你讲，有趣的东西，对不对？被打，对啊。那像其实我们很多创，看被他被打，打他小。那很多创作者，就像像原神好了，你看，其实原神很多创作者也有玩啊，为什么？因为他的角色很香，有些角色都是。戳到很多人的性癖啊，什么巴拉巴拉一大堆，对不对？那还是有人玩啊，但是我没有要玩的原因，也不是因为他是缝合怪啊，就我只是单纯不想玩，可以吗？之前很多人都说啊，你怎么不玩原神什么之类的？那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我很少玩手游，我现在唯一有在玩的手游就是《光遇》跟《子母》。子母其实我已经摆着了啦，就上线把角色抽一抽就下线。对啊，好，等一下毛太阳我回去让你看我们今天挑的技能东西。然后我今天刚刚给你看那个四金技能的是靠晒啊，刚好晒到的。哎呦，敢电我！我的鸟比你们还凶啊，小心点、啊！哇，又死一只了。抓到了，笑死！嘟嘟嘟嘟嘟嘟嘟。
Robux 会玩吗？不会。好啦，就像迷你世界好了。那款我其实之前有一个啊大干爹啊，其实那时候在玩，我就跟他讲说啊，你要玩那一款哦。他说对啊，因为有朋友找他玩。我其实就有一股说啊，你真的要玩这一款哦，有点就是有点想叫他劝退，但是我真的不喜欢干涉别人玩游戏啦。对啊，啊，人家想玩什么是人家的自由啊，就是真的不想干涉，不想干涉太多，对不对？搞不好人家真的喜欢玩、爱玩什么之类的，你去干涉人家，对不对？搞不好人家可以在那个上面闯出一片天的啊，结果被你这样的制止。你其实也不想玩迷你，没有啊？而且太多，我不知道是故意在。讽刺还是怎样，就是说你们那些麦块才是盗版的吧，我们迷你世界比麦块还早出欸，那种东西我觉得那个是反讽啦。结果那时候就是掉到下面聊天室一大堆小孩子留言，就很好笑，就很好笑，很好笑。我猜马上被烧掉，超快的。哎，帮我烧定，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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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继续挖，你们帮我烧，谢谢，谢谢。有在看台的话，感谢你哦。在玩 MC， 你说我吗？老实讲，麦块真的就只有前生存啊，生存真的只有前两个礼拜好玩。我也常秉持的跟人家说，麦块就是前两个礼拜好玩啊，不管是麦块还是伺服器啊，就真的是前两个礼拜好玩。而且伺服器真的撑不过，能撑过超过两个礼拜，应该说撑超过一个月的，那真的都是有在营运的，或是上面的人特别有爱留下来，对不对？为了让伺服器长久下来，势必就是会装模组，或是玩模组生存，这是一定的啊。就是装个模组，就只是玩另外一款游戏啊。以前兔窝的 MG 伺服器我也进去，没玩就腻了。这款游戏要钱吗？要。其实这款游戏的钱不算太贵啦，它可以让你废寝忘食的在玩，我觉得这个价格其实很值得。对吧，米米的梦，你是不是也玩得很疯啊？米米的梦，对吧，不到500块啦，真的蛮好玩的。它也不是说盗版的游戏还是什么，它又不是只换皮，它是有其他元素在啊。对啊，那时候我也是听姐姐说是329.9美，我那时候想说啊这么贵哦，反正差点劝退了我。但是觉得，哇，够了，够了 ，Max， 100，收起来，改天来玩玩，可以啊。我会，
刚才没了。Why？ Tell me why？OK， 各位又有木材了，各位。乌龟，你还在吗？乌龟。哎，等等啦，我想要做球啊。36颗。啊，做没事没事没事。那我看一下，我这边做水泥，有哎，哇，好重！放这边，放这边，不是 bug 吗？你说那些球，对，那是显示 bug， 没错没错，没错没错，就是 bug。它的负重超不合理呀、啊！我们今天才在抱怨这件事情。它的负重就是，它的重量就是玩家的点数重量跟不上这些装备的重量啊！你看，滑翔翼就15了，这零零总总加起来，身上负重就已经100了。来，我要继续帮他们挖矿。啊，对，乌龟在吗？乌龟，你还在吗？就是我们今天，我们是昨天开始玩那个培育功能，然后我们就是挑了一个，你们看到左边有个拉拉队，跟右边一个矿商首领。那爸爸是拉拉队，妈妈是矿商首领嘛？比如说这样子，然后这两只就是可以搭，就看一下去生，他们就有机会各继承就是各个的属性。那这个就可能继承错的话，可能就只有继承到那个一个拉拉队或一个矿山手里。那这个是很成功的继承到爸爸跟妈妈。那再来是这个就是很屌，他是同时继承的爸爸跟妈妈跟下面那两个金色，这是随机筛到的，他可能是负面的，可能是没有，可能就是白色属性，像这个贪吃嘛是负面的，白色那个红色属性。然后像这个自恋狂啊，冷血是白色属性，这样。然后我现在这个玩法就是，看他不，他到底在不在啊？乌龟，你在不在？乌龟，你在不在？不在，我解释有屁用啊！那再来就是这个。我们现在米米，你看哦，我们现在队伍是这样子嘛，对不对？他的被动是那个负重增加上限提高嘛。那时候我们就在想说，因为有一只叫连理龙的嘛，他负重是加100，可是他不好育。我那时候就说，那干嘛不养导弹猫？好育又比较好培养。一开始我想说连理龙应该蛮好育的吧，然后后面是真的放弃了，因为太难育了，所以我们就开始先养这个。就是它放在身上可以增加负重嘛，那再加上我们去挖矿，或是带在身上当拉拉队做东西，这样很快。我们是这样玩。我现在是可以挖三个矿床，就是都会帮忙挖一下。是谁？对啊，我现在没事都会去帮忙挖矿扔进去。
只是有时候自己想要做宝可梦的，想要做球的时候，哎呀，我也想做这样子。没有、啊，其实里面的人都很好，偶尔嘴一下，还是会互相帮忙。在建豪那边容易看到，这里哦，连理龙吗？好，我听你的。啊，我今天是想要搞这个啦，想要抓啊，来200个。哦，看看这个阿努比斯。嘎嘎梦，好了，嘎嘎梦的矿，看一下、喔，哪里呀？数光了，数光了。好了，丸子安安。啊，这只神速龟龟一开始觉得它不好，但是后面发现它很好，它赶快去吃东西，赶快回来挖矿啊，多棒啊！还不想被暴雷太多，没玩到内容。没有爆雷内容啊！我要爆雷你啊！我要爆雷你！其实是蛮好玩的啦。好了，我要去看一下、喔。我其实也想要养一大堆这个，可是养不起来、欸。将移过去。不是，我还没找到一个自己想要的羽箭射手，但是我想要放弃羽箭射手。它应该只是前期打工用的了，我后面想换掉了。抱歉了，羽箭射手。本来想养一只好的，但是没有一只好的。哎，雇用劳工，这就是啊。要吃点吗？没有，没有要吃。没被夹，没被夹。没有要吃，没有要吃。好了，来去敲兔的敲猫咪，对啊，后面哎、欸，这光影不对，我重开一下，这光线不对，太高斯了，太高光了啊，眼睛不舒服。哎，我发现本月饲料怎么少一个零，没人提醒我。不是没人提醒啊？啊，你怎么没提醒我？找一个零哎、欸，我想说怎么格式不太对，还是我可以关掉零？完成啊！
选择终端机。姐姐先打魔物。他要打什么？女人。他要干嘛、啊？他打巨魔之地吗？要的话，我是可以鬼转啦、啊。哎，帮我问他是要干嘛？这边怎么好像有发生过惨案啊？这边怎么一大堆掉落物啊？啊，什么意思？我卡比兽是没睡，有睡啊，早就睡了，早就睡了。PPG， 羽毛法式，卖掉卖掉。嗯，哎、欸，捕获率100啊，嗯嗯，好多鸡哦，我惨。拿 PPG 要干嘛？啊，这款，待会要把他们，有玩过手游吗？知道什么是身心系统吗？就是你要用更多的同样的角色去把它变得更大。巨魔升一下等级，那问他我可不可以？我想要浓巨魔，我可以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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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然其实我刚刚已经关台了。我是想说不知道干嘛、啊。跟你讲不可以没关系，没有强求。臭鸡，臭鸡又进来，臭鸡。
臭。哎呀，可怜。我下面的鸡都不好打了，我要去楼上抓了，浪费我的便宜球。呀！啊，让我骑啊！哦，楼上的等级比较低耶，这样才可以。他很快裂完，我不信。来开赌盘，没有啦。看是他先关还是我先关啊？有人死在那边，没啦，那没关系。有阿尔宙斯的味道，哦。你要知道啊，不过他是一个人自己猎，我 OK。有些是别人进去跟他猎，我就会走心啊，没有啦。臭鸡过来，过来，哼，故意让他难做人，没有啦。臭猫，臭猫。臭猫，好多臭猫，更多的臭猫。哎、欸，怎么往这边打？我吓到，吓死！咻！哎呀！我刚刚立起了，怎么了？哎，不过他好像真的只刷一下下，没数，还是我关台丢过去，我闯进他的集会码里面。没事啦。他也去姐姐那了，他不是很正常吗？我想说他开巨魔，如果自己弄的话，怎么想想望月也会冲进去吧？对不对？又不是说真的要自己单刷单弄之类的，没事啦。你跟姐姐玩的是机会，怎么那什么叫机会？怎么可以这样乱说话？这
二代啊，花冠龙是啦。亮亮刷帕鲁又要世界又要暗黑四，看你比较想玩哪一个吧，因为其实帕鲁后面也就差不多都是一样的性格，你也可以暗黑一个礼拜一两个礼拜弄到毕业啊。叔叔安安哦，后面都抓 boss。对啊，后面就是其实大家带的都几乎是一模，也我不知道啦，反正我觉得大家后面都是带一模一样的，会有很多攻略会说什么哦，适合带什么啊，大喜对不对，后面就会开始说什么哦，前后期中后期非宠物推荐，然后就是大家都是带一样的东西的，然后那时候好了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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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这只吧，我是不知道啊。这只云海鹿，那时候云海鹿，我第一天关台的时候，那时候就去想说地图上的那个嘛小 boss 打一打。后来那时候找云海鹿找有够久的，那找到之后，然后抓到发现说，哎，它跑好快哦。然后隔天就有一大堆攻略也跟着出来。这个既视感呢，让我想到我之前那个哪里，那个洞穴里面有一大堆那个，不是有个洞窟里面可以挂机，一直升那个谁，升那个谁啊？大爆兄弟的那个地面加二系的那个是谁？是贝洛格斗的那位。右基拉斯，右基拉斯想起来了，就是右基拉斯可以在那边就是定点挂机的。我那时候也是，就是在捡东西，捡着捡着，突然在那边被强迫对战。那对战完之后，一回头发现，哎呦，我大家都在路口堵我。那一次啊，然后那时候跟安妮讲那个点的时候，然后过了12小时就有人出攻略，然后啊，好气。好气，我没有早点发现那个点，让他出攻略。弓箭露诺还在吗？还要致命公司吗？没有，成瘾了，成瘾了。我觉得这个，我现在也不是成瘾，就是它的随机性也高嘛，像恐鬼。魔鬼已经开始就是会玩之后，直接冲去找鬼房啊，布拉布拉布拉，看鬼的特性啊，直接几分钟猜出鬼啊，那种觉得自己长大了。可是嗨，梦见露诺，可是就是因为这样子，就是你会玩的这款游戏了，就是也讲了吗？游戏那个很快就失去了。那种感觉，哎呦靠靠靠靠靠靠靠，没那么凶，没那么凶，没有那么凶，快输了！你怎么快输了？我们致命公司，哎，我今天表现的怎样？有没有比较没那么累了？你今天死掉，我传送你那个，我真的是很努力想救你，你回去看回放的时候啊，
啊，小猪吧。好啦，来讲讲别的啊。没说你雷啊，我觉得我很雷啊。可能曾经被撸哥说过一句啦，就是白青你要传送啊，那一次啦，就是我真的只认得出撸哥的声音，然后那时候里面还有小胖，有另外一个什么 TWII 什么那个的，其实他们的声音我就认不出来，有时候你也知道内麦有时候就是收讯不好。我那时候也在问啊，我那时候还很努力，还很认真想要变强，然后还问兔窝的里面还有没有说，哎、欸，不要你快跑，你输了，臭鸟，你怎么把人家杀了？附加刀高加人都是好队友，我没有高加人啊，不是我怎么讲，我也不知道哎、欸。可能还不够熟吧，不会恶作剧。当熟了之后就恶作剧了。嗯，猫好少，不见。右上区域很多事，很多是不是？你等级怎么看不像新手的？知名公司最后都是变高价人，哎、欸，我不会哎、欸，我恐鬼症玩到后面也没有再害人的、啊。你问他们啊，我其实恐鬼症后面都是说，哎、欸，你们先走，你们先走，我来。哎，恐鬼症版的撸哥，我自己讲。等灯塔出来吗？什么灯塔？什么灯塔？什么灯塔？什么什么灯塔？电火花！电火花！哎呦，可惜我竟然没有想要你。红鬼灯塔，那什么东西？又是什么新的词吗？要远离这边啦，远离。其实差不多了哎、欸。地图预告哦，我是知道有那个啦，有要更新，可是我还不知道内容是什么。好蛋猫，好诶、欸，其实之前那个什么，那个啥诶。欸那时候不是谁菜渣一直在等那个恐鬼更新，其实那时候我也在等。又更新的话，我觉得啊，就这样哦、喔，就这样哦、喔，就这样被你征服。
瞅啥？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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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瞅，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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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瞅。公司没烧掉，应该早就啊，他们公司烧掉过，吼吼，有艺术哦。哎、欸，我这边有一颗蛋，来捡一下，平凡的蛋，平凡怕卤蛋，卤蛋。嘟嘟嘟嘟嘟嘟，哎，其实也希望安妮不要给自己压力那么大，觉得最近她绷得好紧。深夜的感伤时间啊，没注意看铁条。不孵化吗？要啊要啊要啊！只是你没看到我在抓那只猫吗？我在抓猫啊！怎么家里全都放赚钱猫猫？太扯了吧！哎，我要去打这只鹿，金德鹿。然后休息了，晚安，晚安。你有大布丁？你什么大布丁？盐酸安安，你有什么大布丁？红鬼主机版是不是还没？主机版什么主机版？主机你是说 PS 5版吗？哦，这个意思哦。你跑啊，叫你跑。嘿，哎呦。啊、这只猫猫拳猛哦，猛哦，猛哦，你很猛哦！屁啦！抓这个抓到升等，啊，跟阿汪一样哎、欸，他那时候抓狗抓到升等。哎、欸，点负重，点负重。哇，牛牛饿了，等一下哦，来，你吃肉。他们真的去抓这个回来，嗨，感谢天。打好物，回力塔，
呀！啊！哇！嗯？哦，杀你哦！反正有玩 Jump 群星云集没有？那什么？没玩，没玩。我胜，我胜。我又马赛克了，又在杀你哦！太狠了啦，熊猫团团。嗯，啊！我是要去做一件事情啦，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江路。他进球！嘿嘿，啊，他死了吗？没有，财阀领袖。超三百英雄的三百英雄是什么？没玩欸，没玩。我想试试看阿发玩的这个、欸，等一下哦、喔。嗯，阿努比斯换一下这只，好去。哦，被杀了！嗨嗨嗨！亮亮亮亮亮亮亮！亮亮！帕鲁是共享的吗？可以啊，应该说仓库不是。你如果是放在，等一下我给你看界面。哦，抓到了！出发，出发！伏羲指挥官，哎、欸，这只不错了、欸，哎。这只，我这是什么啊？我的火星快死了。爱哭啊！
这只好像有料哦，提升玩家 10% 攻击啊。哦，我讲一下，就是下面在工作的这些是我们从我们的银行里面放这边，那这边的东西都可以取走，所以你今天可能看中的这一只，你就可以偷偷拿走。没有啦，因为通常放在下面这边都是数字适合工作的，都会放在这边。然后上面这些就是自己的仓库，像那个其他玩家看不到。看整理的够好看吧？然后刚刚不是有说身心的吗？就是像这样，就是。是导弹猫，哎、欸，不是这里。望月一直拿走眼，他以为上面是共通的，哎，那天我第一天以为是，那第二天就知道不是了。然后有人玩了三天才知道不是共通的，像这个有没有？这是你主要身心的，然后你就这样子喂肥料。一开始四只嘛，哎，然后四只不见了，然后它就星星变成一星，那以此类推，按错了。我觉得我这个应该再玩个几天而已，最多再两天。有满星的吗？没有，因为他要的个非常非常多。这只啦，这只快满，但是你看他64只鸡，我根本没有啊。看8 36，对吧？1 2 3。6 6 2 3，你看我起码要养到两页，哎，哎也是不够啊，来看看，1 2 3，差12只，差12只，好啦，今天抓完鸡鸡再观台好了，抓完小鸡观台。好黑哦。明晚有点热射吗？应该是没有，因为我捡热射其实之前有一个主播也是找我玩，我之前回绝掉了，因为我怕我会吐死。对，他其实就是如果没有我、欸、我刚刚不是一直边跳边走吗？如果没有这功能的话，我大概玩一个小时就会吐了。那时候玩的时候，刚那时候开始玩的时候也是玩了，玩不到几分钟我就开始不舒服。
然后后面是他们有装这个跳舞模组，在走的时候就发现说比较不会吐，于是就可以开台了。玩游戏会晕哦，我会看游戏，我不是什么游戏都会晕啊，我没那么烂。哎、欸，我的饲料吃完了、欸，哎，不是饲料，哪边有饲料吃？这里有吗？有哎、欸，哦、嗯，那跟宠物养，好，抢东西吃。嗯，小雨在打派克咯，那我有什么可以打的呢？啊，我来打这只好了。工匠精神够了，哎，发不了兔兔了，爸爸爸！干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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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这样，这样，这样。好啦，关台关台，是什么？哦，三十，不抓鸡了，对，没有太晚，太晚了，手有点冰，先休息。明天再说，明天再说，挖个矿，回家，进补进补。好了，大家晚安啦。对，休息休息。嗯，噔噔噔噔噔噔 ，Max， 好，做事做事，好了，大家晚安。踏春兔，哇，都是农耕类的。好啦，有没有要说晚安的？虚夜晚安，欢迎晚安 ，Taco 晚安，没了，好，拜拜，拜拜拜拜啊 ，A I D，
志小青晚安，你是从哪边来的？想说，哎、欸，那个在抓鬼，不抓鬼，是捡垃圾的途中加进来的，该不会是从谁的台跑来的？咪咪晚安，好啦，拜拜，好冷哦。要看现在几度吗？想看吗？想看吗？志俊在哪里？看，现在几度？16度，室内哦，这是室内温度16度哦。彼岸晚安，小子晚安。看我的头发，够长了吧？有没有很长？来，大家晚安晚安。哎、欸，我有打指令吗？凝纠团设定目前不允许啊？哦，不能纠哎、欸。好，我去问他。好，大家晚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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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安。